前两天我发了一个这个结构火了，大部分人看了都说很简单。今天在上面再加点文字，我是连续的。这个时候很多人看完之后又懵了，你看它背后也是连起来的，它的正面跟背面都是连续的一个平面。再看一下另外一边，我也是连续的。这张纸板的正面跟背面你无论怎么翻它都拼不起来，中间还是有缺口。或者咱们再换一个材质，我们换成一张练功券来做，它这个结构也是一样的，无论是正面或者背面它两边都拼不起来。那么这个是为什么呢？咱们看一下，直接把它拧转一下，我们就可以发现啊，原来它是一张完整的练功券。这张纸板也是，直接拿着这张纸板旋转一下，你就可以发现原来这张纸板它也是一个连续的平面，翻过来也是，它都是连续的。只要拿着左边拧转一下，一个全新的空间结构就出现了。大家学会了吗？